我看迪士尼有没有来，还是迪士尼。马赫啊，丁达欧斯卡好大水饺，现在在解成就吗？啊，不打算解成就了，因为我看到那只什么什么方的，什么甲方乙方的，我都不是那一类啊，我咧甲乙双方啊，他们的甲方乙方，就小白妙瓦龙队。不要跟你算，我直接跟你用了，好不好？欸，真的被这种小关卡这样玩，好像不是很那个。其实这搞不好设计那一关是在回收石头的，我跟你们说。你们懂我意思吗？那一关不是物质啊，是有一个就是隐藏大魔王的意思啊。哦，780万的，我猜太阳应该是预测是那个七是多出来的七啊。啊，既然繁中也是这样，那就不用说了，那就是对啊，我就把它当七风王来扁了，好吧？火属性的七风王嘛。不会啦，我通常派出这一堆，它就不会出现。它那个设计是怎么样？我跟各位解释一下。好，那各位解释一下，就是那个。你也知道嘛，他指定的是什么样属性的队伍，什么属性？木，没错。然后呢？然后出现甲方会怎么样？出现甲方的时候，你乙方就承受不了甲方的那个一个攻击力，哦，加上这个属性相克，哦，打不过。这个设计的概念理念大概是这样。啊，你我们问我为什么我知道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是？因为我刚被他摧残过了，不晓得各位对这个答案满不满意啊？对，如果你们被他摧残过，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了。Nico 就抱过去了，只要木队进去都给你甲方队，就没错了，没错，大概是这个味道，你懂了，这样你懂了。木风神给他打脸，水妹给他打脸。龙队就可以了，好吧？龙队就可以给他打脸。哦，轻松打，轻松打，哦，轻松打。bug 比 boss 血还多，乙方受不了甲方这么猛烈的血量。甲方好干你出来，好干你出来，好干，好干，来定攻击啊！来定攻击！我干你龙科了，来顶起来看嘛，来顶看嘛。哦，我不敢讲一波一定是不是带着走了哈。啊，Nico！我头无开，水龙死了。我让你三招，好吧？我让你三招。对吧？不让一下，怎么可以展现出我们的诚意呢？是不是？欧啦！好样，你又走，够硬啊！你以为你很硬吗？我搓一搓也是很硬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是说平板搓一搓啊。
很有种真的给我派派甲方出来哦。我到底怎么做啊？我都别消化别记。有种，我喜欢，我最喜欢。人家看你有多鸡巴就有多鸡巴，没关系。我轰啊！这是什么鬼蝶珠啊？我不能让他吗？可以吧？我想要让一下，对啊，这样 OK 吗？KO， 嘿嘿嘿，忘记喊了，补一下嘛，好不好？不是因为被那甲方搞得有点那个语无伦次。好样的，好。其他好像没还好了哈。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，非常细节，看大家，好吧，大家来看我被甲方残，不是，看我最后残虐甲方的一个实况。那我刚刚喊关卡名称跟名字了，忘了，不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平白金，刚才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那个什么恶棍，成为恶棍的要点。那个就是差一点点被他狙击，但是我还是把他狙击掉，这叫回马枪了啊！好，实况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，拜拜。